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26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款 Micro 53防卫基地，传说英雄之宇宙最终防卫线，然后宇宙世纪2077年，防卫基地出动，全新动力系统开启新纪元。什么叫全新动力系统？这个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NA 诚不欺我也。是，它这一次里头。你必须使用的电池呢，叫做这个 27A 啊。我们玩，至少我玩了这么多年的变形金刚，如果需要使用到电池的，第一次用到这种电池，一颗台币要价50块钱啊。这一次的玩具呢，会使用到电池，那大家一定能够联想到，它会使用在这个坦克形态下，它是可以自己行走的啊。先前的话呢，已经有其他第三方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测试啊，非常非常的好玩。那它的一个基地形态呢，跟它的一个巨人形态，这先讲一下，这两个的比例其实是有经过换算的，不是正确的了啊。那背后的话呢，也是一个利用拍摄的角度，把这个大力神的话呢，工程合体的拍的好像比较个头比较小啊，其实两者的玩具站在一起的时候呢，身高是没有差很多的。那么由于这一期的玩具呢稍微有点大，我使用了一个比较广角的镜头，因此呢画面的边缘可能会有点小小的画面的变形感，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我尽量的话呢不会把玩具呢拿到侧边去。各位有听到它的这个齿轮关节的声音了啊，这个平举是有的，但是很可惜我经常呢拿来做评分标准的就这个手啊前后动呢是没有的，这一点就比较可惜了。另外一个齿轮关节只是在它的一个腿部这个地方啊，非常清脆的响亮。那为了能够让他的腿呢能够往前面跨出来，他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块的金属部件啊，把这个人物的这个腿的话呢可以往前面多延伸一些些。那平台也是有的，那这个膝盖也是有齿轮关节的啊。那人物的背后给各位看一下，自然是不太有什么空洞啊，这个是不存在的，但整体的细节来说就是比较卡通化啊，并没有做太多太多细部的一个刻画了。侧边啊，给各位看一下倒角的处理的话呢，也是比较 OK 的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些部分了，打磨的部分呢已经算是做得相当的可以了。然后腰转，这有点奇怪的声音啊，我不知道是我个案还是大家都有啊。其他的几个细节呢也给各位做个展示啊。头盔啊，这个面罩是可以打开的，而且它的这个透明件这个有一点点雾面的感觉，看上去气氛会比较好一些。面雕非常好看，五官轮廓很立体啊，而且它的眼睛呢是金属的一个蓝色，在不同的光源之下的话呢，呈现出来的感觉真的都不太一样啊。平常还是把它盖起来吧。那么胸口这里有一个透明的部件，然后这个两侧打开，里面有这个导弹可以发射的一个刻画。那每一颗导弹都会有单独涂上红色的一个金属的这个点缀。盖下来，两手的造型呢是不对称的，这一手的话呢嘴啊这个地方可以完全张开，内部还有一些细节的刻画。那它的这个手的话就没有一个发光的效果了啊，想想这其实小比例玩具啊。然后这是另外一个类似于是可以发射炮的一个感觉。那么以它的人形态呢，其实我个人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可以挑的了。那么试想一下，当初 NA 的话呢是做这么样一个小比例开始发展起来，那在经过天火的时候呢，身高已经往上拔了一个尺寸，那现在又到了这一次的大力金刚，体型又更加的茁壮。那未来的话呢，似乎也不能够排除啊，会不会推出泰坦级的猛大帅了。再来，我们就进行它一个，我觉得了啊，还是蛮舒压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首先的话是要把它的身体呢做一个分解。那这个分解的过程呢，第一个先把这个背后的翅膀给拿下来啊，这里这个锁扣打开之后，这个地方你要稍微的去扭动一下啊，错位一下，这个翅膀的部分呢就可以拿下来了啊。好，把它给拿下来，它的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它的这款玩具完全可以让小朋友把玩，把。这个 OK， 把它给拿下来。那继续拆解啊，这接下来的话呢是把这个部分往前面推，因为呢它里头有个凸是扣进去的，我们这样子把它往后面推过来，这样子有个滑槽把它往前推，这样子往前推，往前推之后你看到吗？这里是有一个灰色的凸在这里，它本来扣进去的，我们把它往上给挑上去，再把头的话呢后面这个炮收进去之后，侧边这个地方把它给拉开来，然后我就可以把整个胳膊
整个胳膊从里头这个地方把这个手臂给拆掉，我们都先把它拆出来啊，再来把这两片部件跟这里做一个打开。那这里打开，如果你觉得不好开的话呢，使用工具呢去抠一下也是可以的。抠开两侧解锁开来之后，这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就可以把它给拿出来了啊，整个拿出来。它最后这里还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是吧？把它给松开。那最后要拆的地方是哪呢？是在的腿部。腿部的话啊，这个地方先拆开来，黄色部件啊，先挑出来两片部件，收进去就可以了。五根刀打开来，好，收进去。再来的话呢，这里是两侧把它给拉开来，你看这里有一个凸跟凹，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但是另外一侧的这个我是觉得比较暴力一点了啊，它就是啊真的是一个球关，这样硬把它给拔出来。那这个想必久了之后恐怕是，我是怕它会撑不住了啊，经常这样拔叉拔叉的，总是有时候会松开的啊。好，这样子，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本体，还有其他各个部件我们已经把它全部的拆成是一摊的鬼东西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呢把它给组合起来好了啊。那它的这个本体的部分呢，是先把这两个部件推进去，大腿的话呢往两侧给打开来，打开之后呢，这里有一个凸啊，在这里把它给抠出来，这边也是一样的啊，我们把它给抠出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往下放，这个本体的部分呢就这么样，就这么样结束了啊。那我们就接着其他部分一个一个把它给拼凑上去。那么第一个要拼凑的部分呢，是这个脚。脚的话呢，左右腿都是一样的，两侧先把它给打开。内部的话呢，一共有三层的结构，通通都给翻开来，都给翻开。然后呢，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翻转。然后这里的话也往下压下去，把这里整个给压平，这个脚尖把它打正就可以了。这里有块凸啊，把它给收进去。先到这一边，这一侧就变完了。那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是一样的一个。好，然后它的这个部分要扣在哪呢？这里有一个洞啊，这个洞的话呢，就是要跟这个侧边这里去做一个组合。再来的话呢，这里后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就是把这个原本是这个筋腿骨那个地方，这个部件啊，把它给放在这里，筋腿骨这个地方。那么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完成它的一个背后这个翅膀，翅膀就很简单了，直接往整个打开就可以了。打开之后的话呢，它这里两片部件在这个地方把它给压上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给压上去。那真正需要花一点时间变形的是它的一个手跟它的一个身体。那手的话，我们先给各位讲，它就会变成火箭的部分，这个部件呢把它给推进来，然后呢这个地方推进来，包括来这边凸跟它的结合把它给扣上去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清楚，双动关节先进来，然后先把这个部件先推上去啊，双动关节这边推进来，然后这里包下来之后再把这个凸跟它给扣进去。好，再来的话呢，我们要收纳，把这个上臂收纳进小臂里头，它的一个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翻折的位置，翻过来往内戳进去，戳进去。那戳进去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一块部件它有一个两个凸在这里，这两个凸要对到这里有两个洞，你要转到，简单说你就是转对方向再把它给扣进去啊，把它给收起来。那么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先从这个地方把它扣开。那我们顺便先展示一下这个好了，这个东西打开啊，它是有一个火箭的一个登机的一个梯子啊，各位知道一些东西吗？那这里大臂跟小臂要收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你看它的两个凸在这里，那它的两个洞在哪呢？在这里，这个地方，对不对？这里有两个凸，这里有两个洞，那我们待会收就是朝这个角度收，这样子把它给收进去，好，推进来，到这边。最后在严丝合缝的稍微把它给搓紧一点，这个长度跟我的差不多啊，我说小腿的一个位置差不多。好，那就是它的一个火箭。火箭的话呢，按照它的一个放法应该是放在这里了啊。那么最后的这个本体的这个部分，首先的话呢是把这个地方解锁出来，在这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部件做一个翻转之后，
这里做一个大回旋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大回旋。大回旋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它其他的一个组合了。先把这块往前放，但是呢，它的组合位点是这一块，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的这一块，把它给挑出来之后，然后再往后面放过来这里，然后这个盖板盖下来，你就会发现它这里刚好会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扣上去。然后呢，后面的这个部分呢，要记得把它往两侧拉出来一些，往外拉出来一些。这个地方看到吗？这里有一个拉出来的一个，它这里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但是不止这个凸跟它的结合啊，最主要是这个你要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先整理出来，整个的里头的东西呢全部都往外拉。然后呢，这块部件拉出来，这块部件啊拉出来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旋转之后，黄色部件不要动哦，要动这个米白色的部分下去。好，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对，先上来一点，这里先扣下来，这边搓上来之后，这里先扣进去，这个部件再下去，这里最后一个组合的一个纵向的一个凸跟刀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好，这样才算 OK。那我刚这个纵向的凸呢，是跟这个黄色的部件是一起的，所以这个部件你必须是垂直的啊。那么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已经把它给拉出来了啊，然后这里凸跟刀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扣上。好，那整个炮塔转过来，这里打开，你都有根炮，这个是它原本这个脑袋瓜子的那根炮，对吧？啊，不对，脑袋瓜子在这里。最后这个头就是这个地方折下来之后往内放下来。好，然后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凸，对，一个凹，但是呢，好像不用扣的很紧，因为它其实不影响它的一个拖地。那这个就是最后它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态，已经变形完成了。防卫基地的形态呢，我们把它给转一圈给各位看一下。那么很可惜，那个火箭呢是唯一跟我们脱离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绕着它来做一个旋转。那算了，还是不要乱转好了。各位知道一下，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总而言之的话呢，它就是这里，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类似于是 H 吧 ，H 的一个。图案，那这个有点像是我们那种停机坪，对不对？像是直升机降落啊，都会有这个东西啊。那我们转一个角度，转到这里吧，再把火箭呢给放上去。火箭的话呢，它的根部的话就是，Michael 的一个手掌。那至于你要它多大，多大的话，就完全看你个人啊。你要完全这样子，更平稳的摆放也是可以的，只是说就是它往上的一个样子就稍微短一点点。那它是作为一个基地吧，这里一样啊，你也是可以让它有一个发射炮火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说呢，这个时候应该是把它给推进去啊，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好像延伸出来是不是会更加好看啊，这个反正端看个人吧啊。这个摆放就是像这样的。那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坦克的部分啊。那坦克的话呢，安装好电池之后呢啊，它是有一个启动的一个这个电源在这里。那我本来以为它会绕着轨道走，但其实我自己想太多，这个其实是做不到的啊。OK， 它基本上没有那么样的有智慧了啊。炮塔左右可以360度的旋转，前后给各位做个展示。这个能够有电池能够动啊，我们已经觉得它是非常的好玩了。我们先把它给推到画面内部去一点，我们让它能够往前走一点距离，我们就觉得非常有趣了啊。那么整体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套 NA 的 Michael 53防卫基地呢，人形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一体性非常的好，大小的话呢也非常适合于把玩，占地呢也不大。那基地的形态呢，真的就是玩一下可能吧，就几分钟之后又要把它变回人形，因为虽然是小比例玩具，但是它依然占地将近60×30公分啊，这个对于空间紧张的我们来说呢，恐怕不是那么友好的一个展示方式了啊。那变形的过程也是很简单，记忆点非常的强，只有手部的变形跟头变成坦克这个部分呢稍微要练习一下，其他都非常的简单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